我前几天去参加了毕业20年聚会，什么感觉？五味杂陈吧，我觉得就是有的同学一进校门就哭了，啊，然后惹得有的男同学说，哎呀，哭得太早了，然后说完自己也去哭去了，就这种，但是我没有哭，那当然了，就是。从因为放那个 VCR 嘛，十八九，哇，那个很难坚持的，是吧？然后那么青葱的少年，然后走到了40几岁的样子，就是哭也是很正常。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没哭，就是这个岁月，只是一个岁月而已。就是我当然也会感动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就是下一个20年，你可能是相同的感受，而且我认为每一个人的眼泪映照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同学，就不是一致的，都就是，都只跟自己有关而已，那对，那肯定是，是吧？对，那肯定是，所以就我有时候也在说一些，比如说到表演哈，我就说所有的眼泪。都是自怜自艾，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特别的负面，特别挺残的酷的，听起来，残酷，特别不好听。但难道不是吗？就是说，哪怕好，就是我跟你讲了一个很感动的事情，然后你也，就是你也挺难过的，但是肯定是因为你想到了跟自己有关跟的，自己有关的。是的，我认为这样自怜自艾没有关系啊。就是谁没有脆弱的时候，我现在就需要自怜自艾，怎么了？你知道吧？但是要清醒，要觉知，你现在在自怜自艾，就是得清醒嘛，就是特别多的释放，对真正的表达会很多障碍对，因为现在给自怜自艾提供了太多的工具，对呀，随时都可以表达一下随自，时。对，充满了自怜自艾的这种机会，表达的时候。可是呢，这不好操作呀，这个事情，你知道，就演戏是很孤独的，就是你也没有工具，工具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对，所以好多人也问说，啊，你觉得哪个角色更像你呀，更接近你？哎，我说这很难讲，就是说都像，但都不是。我是一个生活中特别不容易掉眼泪的人，别人老说，哎，你看你演戏，你就。说来就眼泪就来了，说你生活中是特别难，就是因为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从小有一个概念，就是不哭好像是最好的。哇，这个好厉害！这东西怎么做到的？很小就开始做。是这样，我的第一部是一个校园剧，并不是17岁不哭，是一个叫《青苹果》《红苹果》的一个讲初中生的，但是我到那儿就很挫败，就是非常挫败，就是就太苦了，然后很对小孩很不好，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得的胃病，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找我的时候跟我讲的是我是第一女主的，结果我到了剧组以后说啊不行，因为谁谁谁哪个领导说了你没有经验，所以，算了，你就给你演个单集的吧。你当时就很委屈啊，你知道吧？然后再加上拍戏就特别受气啊，经常是我记忆特别深刻，啊，突然特别想我妈。然后胃又疼，然后这时候就默默地在那儿掉眼泪。这个时候说：“快快，他哭了，赶紧把镜头给他。”啊！我当时觉得怎么这么残忍，这些人。然后我就跑去，就晚上做了一个那个三蹦子嘛，就是那个三个，然对后对就对，很便宜，然后就跑到海边，然后就特别有意思，挖个坑，然后把就对着那个坑哭，然后再把眼泪埋起来。然后我在想，哼。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厉害的演员。那时候就是，我就决定不哭了，哭一点都没有用，就是马上解决。你第一反应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我要有个情绪。所以某一方面也是非常实用的，非某种意义常，上，对，非常，而且很理智。这个是跟父母的教育或者是没什有，么父母就永有远没打有？击。永远就是。演的还行，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表扬所以充满了。负能量，家里充满负能量，对。一般独生女应该特别心疼那种，没有，对，完全不是，就跟男孩一样嘛，经常挨揍。啪扇一个巴掌哈，我就不动啊，我也不说对不起，然后
就是拉到一边去吧。嗯、我还自己站回来，还站这儿，因为我不认为我做错了。嗯，能歇一会儿吗？行，歇会儿。好。虎妞，虎妞在干嘛？虎妞在这儿。对，虎妞，虎妞今天心情不太好，看来。嗯。嗯。哎，就是每一个人，就像学唱歌一样，就是我们模仿个赵传，模仿个谁、嗯、最初，因为你自己没有自己的风格嘛。演员也一样，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就模仿过张曼玉。嗯。我觉得张曼玉的非常多的好的这个选表达啊、嗯、都是来自于她的自由的灵魂，我就没有她自由。我每每看到她的时候，我在想起我自己的小时候，就是就我的小时候，我能感觉到是不自由，但是最后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被逼迫到你不得不自由。嗯，这个契机是什么呀？嗯，也不是一刻，有很多刻。嗯，你会发现，就是你逐渐通过一些困难，增长了你自己的生命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嗯、我爸是长子，然后我爷爷去世的比较早，所以他其实只有他和他弟弟两个人。嗯、然后我奶奶又是个山东的老太太，嗯、作为长子就必须要生一个男孩。嗯。所以我从小就有一种我一定要成为这个家族里边最优秀的孩子。嗯，啊，我要保护我妈，就是那种小孩的那种。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十几岁就开始出来拍戏了，你必须得靠自己呀、啊、痛苦一定会有。对，是最开始是被迫接受，就是后来变得嗯行吧，就是互相滋养吧。嗯，我要早认识你，你采访木村，我就跟着你，跟你做你的助理。我没想到你这么喜欢他，啊，挺意外的。嗯、很意外的，那你认为我应该喜欢谁？肯定没想到是这么大众的一个偶像，对。我喜欢的男演员，嗯，是 Tim Robbins。啊，那我很爱他呀，啊，我很喜欢他。这够小众了吧？对，我很喜欢他，因为他本来是导演嘛，嗯，就是所以他的演出是会让你觉得意外的，嗯嗯，是吧？他就不是标准的演员的那个，嗯、尤其演员就马上就能感觉到你是什么样子，嗯，他更本能。你最爱谁？我也说不好。嗯、啊，你看就这张吗？这个封面的，嗯，是不是？这六七十年代人，对，一下子暴露了年龄。嗯，你看 John Denver， 你看第一次来，哦、哎、嗯，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想法哈、嗯，就是说有一天我如果再出专辑的话，嗯、然后我会翻唱他的歌，全嗯，对，哪首？全部。哇，全部。然后那个专辑的名字有可能叫《我想我是陈淑桦》。嗯、对，我想了很久这个事情。我能把这个送给你吗？哎呀，太好了！但是我没有机器啊，我怎么放啊？有，不是，我们是家里没有吗？那还再送个机器的？可以可以。这个要礼物要的有点明显。哎，没问题。哎，这可以放听吗？放听听吗？对对对。太好了。我自己也有这种困惑跟你聊，就是我觉得我本来是一个就本能挺强的一个人，嗯，但我觉得我这些东西全都被知识给压盖住了，对，压抑了，嗯，我崇拜那些知识，嗯，那有时候就把我压在那个地方去，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所以我特别羡慕你说那种直觉嘛，嗯嗯，我就是思考过多，其实思考过多也并没有想得更深，嗯嗯，那只是那是打转而已嘛，嗯、是吧、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本能啊，这个直觉也是起到巨大的作用。我们看到那些特别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其实是一个特别依靠直觉来发生这一切的感受、嗯啊。难道苹果只砸中过牛顿吗？是啊，对，就是，
表演是要谈到意识和潜意识这个问题的。那么我们再说什么是意识，意识是从何而来？意识这个词不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吗？那他觉得就是说，我给总结一下吧，就是说人类基因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就是带有意识状态才能证明文明。那后来荣格说，不，这种潜意识，啊，是就是这种，才是潜意识才是重要的，因为潜意识更本能。就通过表演来谈这个问题，就我意识我已经有了，就是哦，这个蛋糕我一看，我又不用闻，也不用吃，我知道它是甜的嘛。这个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经验以及人类的经验嘛，对吧？然后我知道这个水是冰的嘛，因为我看外面有霜嘛。那我为什么还要再通过表演来不断重复这个事情和重视提醒它？没必要嘛。潜意识是什么呢？潜意识是我可以觉得这个水是热的，然后我就想象这个是香菜味。又能怎样呢？我们，但是我特别能理解你们理工男。那么那是歧视我们。不，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因果，它一定要有一个答案嘛，要逻辑。但是这个也不障碍什么吧？不障碍想象啊，对吧？对，就是、它是一个论证的过程嘛，是对吧？就最近很多我老遇到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受的那种教育，就是理工科，然后去北大读书，然后整个这个教育链条使你就好像特别安然的进入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个话语系统。明白。对，可能或者说我们一开始就被驯服，就是某种人驯服了。我就你说怎么可以完成一个自我的一个对，自我的一个救赎吧。对对。你觉得什么是痛苦？就是我觉得永恒的吧，那种你期望的东西和你和现实的东西的紧张感。对，它是，但是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深层的痛苦。能看得出来你没。要不要这样呢？就为什么？就是比如你被一女孩甩了，你会不会痛苦？过几天就好了吧。你看，就是你还是我觉得我好像生活在，我觉得我生活在生活的表层。尽管我总说我在寻找深刻，但其实我生活在生活的表层。但我好像也不知道，或许什么契机会把我带到深层。但我现在就我也40多岁了，就好像没有发生，就没有这个机会。是吗？没有这个契机。对，就是把你拉上去也行，或者是把你拉下去也行，但是都没有。对，现在就悬在那儿。这好像应该是通常状态吧，常态就是一个人大部分的人的常态。对。常态。其实没有人想去痛苦吧，但是如果你要更本能，你永远要保持一份敏感。我见了太多这种形形色色的都不认识的这种心里就是有痛苦的人。我们这个民族特别爱管闲事儿，然后从不管到家，是不是？就是哎呀，他怎么了？怎么？然后从来不去真的体会，因为他不真关切的对，不真关切。然后你真的会看，就是哇，你听下来，你作为旁观者，你觉得好小啊，这个事情。对，不，他已经痛不欲生。那他是个能量。然后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不是说看人家有多苦恼就看开了自己，而是真的假象，世界是一面镜子。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反观的，或者你投射的，或者折射你。
你知道很可怕的一个职业习惯是，就是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你突然有一秒钟哈，你就想，哎呦，这个情绪我得记住。哇，你知道那很恐怖，然后你就会觉得去太太为什么我还要，但是不是你想去，就是你思考出来。但是确实思考痛苦很难，其实现在的审美也是这个问题，就比较比较低幼嘛。对，低幼审美，那整个社会比较低龄化。就不想思考问题是吗？他就是在自我撒娇、自我浇灌，他不愿意面对清醒的一个自我。他不愿意，他回避这件事。对，回避这件事情。是的，是。成年人要装嫩，年轻人要装不负责任。装无辜。哎，但是是否会有一刻他们醒过来呢？我觉得有可能嘛，因为你随着年龄。你想我们过去，比如你在东北通化长大，他在江苏什么地儿长大，他在就他你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立体世界，现在所有人的面对的世界都是这个世界啊。他就是个二维的世界。所以也很难了。对。但是本质上一代一代人都是厌倦上一代人嘛。那肯定的。接着就是厌倦这个东西了。对啊。他要重新去。重新去发现些什么。对对。你喝多了是什么样子？话多一点吧，会跟别人谈论知识分子的传统。然后呢？会跟别人，我想起一说，有一次喝多了，我们在工体，好多年前了，十年前，我们在工体门口，我们在吃烤串，然后后来他们说，你知道天晚上你在跟他们谈胡适和傅斯年，门口。跟谁谈呢？我同事。哦，那还 OK， 还行。但因为这个经营传统在现在中国已经变得非常的，就是边缘或者被压抑嘛。你说起来有甚至觉得挺可笑的。所以它就消失了。对，很多的东西都是边缘化嘛。就是有一次我也好几年了，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四位读书，你知道吧？然后就去聊。然后我说我们被边缘化了呀，就是不说他问你说你是特别接受小众吗？我说不是呀，对吧？就是专业被边缘化嘛，对吧？你就是不需要嘛，所以我说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我没有什么怎么办的，我认为他们是不幸的，就是对吧？他们不知道真正的知识，或者是不知道真相，他们很不幸嘛，那就无所谓，也是他的选择嘛。对，但对，确实保持边缘也有他特别美好的一面，使他对无所谓的对你边缘或者怎么这个无所谓，就是关键这个主流吧又是什么？这个是挺有所谓的啊。就有一天，我们去春游吧，然后就突然看见就是有那种很大的，有点像牡丹那种花儿，然后我说哇，我一下子看见这个花儿，我想起很多演员，比如说那个史可，他也是东方文英，是吧？就类似，是吧？就那种哇，就是史可有这种感觉，是吧？大牡丹就那种，就是绽放那种啊，现在没有啊，哪有这种演员？很丰饶，对。是现在没有啊，没有这种，就基本上就是你不太认识的，一些小小的或者什么这种，就没有那种特别绽放的那种，近乎于没有。那、你这好准确说的，是不是啊？就是 对啊。对。那你是什么花？你觉得呢？其实你挺混合的。就不太确定。就是你的一部分有牡丹的东西，但它又好像不持续。你有部分有昙花的东西，昙花那种瞬间那种东西，然后你部分也有蔷薇啊，就是种转基因的是吧？转基因的某一种植物，对，就草吧，草挺好的。我觉得它认真的很多变，又自然又即兴，非常之自信的。你是
所以我很好奇他怎么发生这一切。但是我们好像一直处在一种好像接近了一些又逃开了，就我们俩都很开放，但我们中间好像又一个玻璃门，我试着推了一下然后没推开，然后我发现我也不觉得一定要把它推开。但哎呀，比如说前两天我跟张子枫一起拍戏啊，我好羡慕他，他是6岁开始拍戏，因为他妈妈一直在他旁边，就是我是谁都没有的，那时候通讯也没有啊，连 BB 机都没有，然后就自己坐在车厢跟车厢中间，也没有，因为来不及嘛，去拍戏，连个硬座都没有，坐着自己的行李就去拍戏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不会觉得苦，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苦，我就很兴奋，然后我有个机会去表演。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可能是有一种隐隐的伤害，就是你是无助的，就是永远是你要靠你自己，然后你自己得决定所有。所以当有一个人在你旁边有一段时间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反差，我就好像什么都不想做决定了，最好你都帮我决定了。报复性的啊，对，矫枉过正，对对，报复性的依赖，对，就是这种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身上的矛盾，就是因为我上次有没有讲过，就是我跟我妈一起出车祸这个事情，没有吗？没有，这个没有。就是我没上学，没上小学之前，然后我就跟我妈一起出了一场车祸，然后她就非常严重，我没什么事儿，然后就她跟我爸就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1年半，然后在那1年半里，我以为我是个孤儿，然后我一直住在我奶奶家。这个记忆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等他们再回来，我不太认识他们，就是你要重新熟悉。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回来以后，那个眼睛啊还没有完全恢复，因为她那个就是那个血管压迫视神经了，所以呢就是她看不清。所以就是我的任务呢，就是每一天就是告诉这是几，这是几，这是几，就是你没有办法很瞬间的有一个亲情的恢复。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是跟人是有一种建立感的，然后同时你又特别渴望得到一个认可，或者是就这种情感方面，就是你是在我旁边的，我很确认这个事情，就很难，这个事情很难。再有就是我，你想我15岁不就出来拍戏吗？那个时候正是这个青春期，然后你的人格呀、世界观刚好成立的时候，又没有什么人辅导你，然后就被扔在这个社会上去摔打，然后又是拍戏这么复杂的这个文艺圈，那只能是靠自己的认知，能保护好自己就不错了。我最讨厌的一个词叫特立独行。是的，我因为我你别看就是说此后被人这么说，我3岁之前我是没见过我爸的，因为我爸还在当兵，我爸从14岁开始当兵，军人家庭。我也是军人，我爸也是当兵。对，就是军事化。然后我爸回来还当了警察，森井，就家里还没电话呢，就步话机，我对步话机有非常深的友情，你知道吧？就那种友情是，让你觉得你又觉得熟悉又觉得讨厌，因为不管到什么时候，咚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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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想打破这种东西，但是那种给你留下来的东西又很难打破。对对，一种紧张感，一种紧张感。对，可能吧。你知道吗？我知道今天早上我才觉得我和我爸如此之熟悉，仅仅是今天早上，一点不夸张，一点不失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概3天前我拉着他去体检，我妈不敢去，都66岁了。然后呢体检报告就非常快出来了，然后就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肝占位。这个体检中心真的也很不懂事儿，就你不要直接打给他嘛，对吧，你打给我嘛，但他先打给他，然后我，但是我依然要完成我当天的工作，所以我大概
九点多才回家。嗯，哎呀，在我的感觉里，我不知道是我的意愿还是我的预感，嗯，是没事的，所以我还是完成我的工作，然后就回去。但是我突然发现，哇，这人真的很脆弱。嗯嗯，很脆弱。我大概从前天、昨天到今天，我发现我爸就跟一个植物枯萎了一样。嗯嗯，因为他一米八八啊、嗯，我爸总是说，嗯，他老了，他缩了，然后这次体检还一米八八点五，给我长直径、嗯，对不起，不想那么煽情，赶紧刷屏。就是我感受到脆弱是什么东西啊？就是那种，因为我是演员，太容易观察到一些东西。嗯，你看今天在轻松的这个发布会上，我都观察到有两个女孩穿的是一样的鞋，嗯，灰色的。鸡蛋的，又有两个完全离得很远的人都穿的是白色的宽袜，一模一样。嗯，就我不经意，我随便一看，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嗯、所以我怎么可能观察不出来他。嗯，就是那个人一下子矮了好多。 嗯矮了。当然我觉得我说更多，爸你别担心，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我爸不想对我的，嗯，很难说出来。嗯、然后我只能说，就是特别，就是特别官方，特别理智。我说那个，首先我问了，我又给体检院的医生打电话了、嗯，然后医生又跟我讲是什么什么，然后因为你的那个肿瘤的那个靶向是一切，大部分是不可能是恶性的。嗯，哎，我像他对我一样残酷。我说但是医生跟我说也不是百分之百。嗯，哎，我说完我怎么回到房间特别冲我自己，你知道吗、嗯、我明明是想安慰他的呀、嗯、他没办法，这可能是四十几年来的习惯吧。我记得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因为我第二次离婚，我爸又教育我，这么教育我，我终于说出来一句话：“爸爸，我都这么大了，你看，我从十五岁离开家，没让你们操过心。嗯，我想要一个拥抱，但是我说出这句话更哀伤。我爸说，拥抱有什么用？”我真的，我当下泪如雨下。但就今天早上，为什么说今天我才对他特别熟悉？我不知道为什么。嗯，我爸突然变得好听话。嗯，因为我买了一个那个我觉得有用的一个温酒加刮痧的一个东西。哎，今天我爸居然同意了。然后第一次就是我问我爸，爸疼吗？推着疼不疼什么之类的。嗯，太难了，其实这非常简单，但是太难，真的。哎呀，就是你是个男孩，但是后来也是从小就必须是个男孩，因为我爸是长子，真的。不、嗯、对不起对不起。不应该这样，就太难了，说出这句话。嗯，所以其实我今天还蛮开心的。嗯，挺开心的，因为我希望周三，去医院再次查，这个结果是好的。嗯嗯，但是我不会忘了今天，不会忘今天，因为我活了43年，我从来。没离我爸这么近过，嗯。
嗯。